我确实是有代志要找江崇仁，啊，不过我无想要去伊的公司找伊，我想要甲伊约伫个外口，上好伫个公开场所。今日无伊拄好有时间，讲起来你两个哦，真正需要好好冷静落来，甲话讲互清楚。好，你甲我讲你想要伫什么所在，我同意，我先带你去。 真正是五十步嘞，遐尔简单就自投罗网，较免我继续找伊。等下，我军中办什么？发现去有人拍蚊去，撮走啊！上蚊去。好，我会追起你，然后继续来你报告。 是多位，王文金哪会搞出来吃？问什么啦？我离婚未中，结束性命，一摆痛苦都无，算对你袂歹啊啦。王文金，你别吵架，你哪搞出来吃？ 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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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
你知影上济代志啊啦，帮你做已经够委屈了。我差点想要离开啊！我袂阁倒去江总人身躯边，我啥物拢袂讲出去。只有世人才真正袂讲话。我保证，我真正啥物拢袂讲，而且这项代志我讲出去嘛，无人会相信啊！我拜托你，你帮我算了好不好？也不过你阁有代志，你总裁甲你斗相共啊！啊，你若不时用这個来威胁伊，我唔就滚了诶！伊是伊，你是你，你管他遐尼济。张公也是伊，我是我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伊。美丽，你都要离开啊！哦，你加知影一寡代志嘛，不要紧。江中人捌两届拄着危机，分两条魂过关，代替伊处理代志，所以我比江中人本身更加知影伊的处境。伊敢若剩一条魂啊，失去判断，才遐尼简单，互你交去。我分两条魂予你，哪有这种代志啊？为你江中人啊，即马头壳无啥清楚啊，只有我才知影伊的处境，只有我做的代志，才是对上好的方式。你别再过来，你别再过来，别再过来！我不爱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大爷，今麦什么钱啊？我嘛唔知呢，也唔讲，因即摆敢若玩甲足厉害个啊！看个黄金，得比阮性命，遐大个边呢？我佫予你一个选择，你是爱家己跳呢，还是爱我动手？我拢无爱，你帮我走啦，你莫佫逼我。你唔选哦，我替你选哦。你啊！你莫过来！你莫过来！
爸，天老妖怪！当中明仔向走嘞，我看一只落，该代志摸清楚。我差点要做一张好事，才要你我点去，你竟然叫人叫到这！我就知影你是要创啥。好佳哉，我知影你的位置，是谁叫你会当大主大义、自作主张的？我你放伊，你死光光好放心。要安怎处理？那是我的代志，无需要你来替我做决定。王金，你唔通袂记哦，你只是我的工具尔，无资格来代替我的本人。我就是代替你处理代志的人。会当决定代志的人是我，唔是你。无，你讲，这两条魂的意思拢是见我靠袂当头。我是要听这两条魂的，我是听你的。当然是听我的，因为我就是本人。我跟你警告，莫再为难神明了。周明高，今仔日绝对死。你是要造反了是？造反了是你？什么？莫放开我处理大事。好大胆！你们就往走。你连打人的气力拢遐尔虚咧，嘛袂讲解听，阁想要命令我？无你把这两条魂拢收倒转去啊！遐若无，我袂停止我计划。敢会啊？一点啊，我的能力，你就在我面头前敢要落大刀，真正是狗牙扛大手，唔知影轻重的。无你就试看卖。展出你的本事，让我惊一下啊！啊，愈做法就吐血，规人虚咧，喘一口气，阁想要在这查某面头前给你顶英雄，要甲你教死哦！多点你敢？卡说出来哦，进前啊，我就讲你绝对会妖术，死前唔肯承认。今麦阮厝人拢看到啊，来你讲，你今麦阮算要点什么妖术？什么妖术啊？我拢听无。啊，你着边啊边啊呢啊呢，有无？这毋是要做法，啊无啥，还是要跳舞？我是一个黄金玩家啦，海马钢管啊。你来不爱问伊，伊是不是在做法？文金姐啊，啊是安怎？你甲江中人两个人冤家冤冤的，啊对比一挂奇奇怪怪的手势。有看到我的冤家？我拢看到啊。你冤家足厉害，而且我冇听到，因讲什么做法透火，改名叫林家。啊，恁到底是什么时阵？你伫遐偷听的哈，嘛无介久啦。啊，要该同我听到的，我拢听到呢。方金，有影是硬皮啊呢吼，家己的头家啊，拢敢甲呛住啊，脾气我遮尔硬。来啦，你讲看卖，拄只江中人是做做啥物给天地的代志？你讲出来，阮替你做公证。唔是你想安尼，只是一挂无重要代志去呛住。老实讲啦。你个万新民共奉金的团来遮，你这個行为我安怎想都想袂通，因为你袂做这种代志。万新民确实真可恶，啊，不过你私底下对付伊，一定有你的理由。阮敢会当知影原因？阮会相信你的解释。是啊，文金姐啊，你的人品阮大家拢信得过啦。也不过，敢会当请你甲阮讲好清楚？到底阮这是做甚物可恶的代志，让你这么生气，甚至想要对伊下这么重的动手？
你要趁今仔这个机会，一边讲个清楚无？我无甲伊讲分期出来遮，恁看唔就去啊？哎啦，恁拢误会啦，迄是因为哦，是咪老体心情无好哦，赶紧啊，出来遮行行的，还想违规啊？赶紧是要甲做动，甲苛刻，煞互恁看做是对生命不利。江中林，你实在真够傲呢！明明就是王文金嘛，伊想要变换姓名啊，跑到山脚，结果即马煞变作是王文金要苛刻，叫伊唔通跳落去。不要紧啦，这条准过啦。来，安尼超越到温文瑶，亲目睭看到，亲耳听到，万心明叫你老妖怪，再佫讲转生术、长寿术，啊，这代志你要哪解释？神明什么拢知影，结果世界奉上的是神明，煞是陈温瑶。即马我是愈来愈麻烦。你受到陈忠盛的影响相亲嘛？伊就是认为总裁要妖术，所以啊，影响着你。你听到啥，看到啥，拢感觉是咧发术。这就是人心内若有鬼，看到乌影拢是鬼啊。拄只恁两个啊，冤家暗管啊，紧拢规个浮起来，结果即马竟然有在了，佫一句来一句去，袂输恁这公相声同款。哼，真正是啊！愈看愈可疑啊！好啦，黄金，讲白的啦，你到底是甚物代志啊？你替江中人，甚至你愿意为着伊杀人灭口？你即马所做的代志啊，甲你之前拢无同呢。你袂输啊，变另外一个人同款呢。你莫继续咧胡白叫啊，好无？你若食饱上瘾，无你当来请，看风景好啊，袂来错。文金姐啊，歹势啦，这件代志明安尼也准多少？无恁到底想要问啥啦？姐，无你讲啊，感情正会参像阮刚才讲的同款，你是毋是知影伤势秘密？所以文金姐啊，毋只会带你来遮，甲你讲分去，甚至要甲你收落。我着急要替莹莹解脱，不过嘛惊我家己去用套路。即马是一个好机会，我若我向伊迄边，因着欠我一份真大的人情啊！你哪会讲出遮尔啊离谱的代志啊？真正是笑死人诶！是啦，陈文瑶甲张超越无听唔对，我确实是有美虫人是妖怪。佮讲到啥物转生术嘞？啊，不过迄是因为我老体，我情绪无稳定啊。我着甲之前我听到陈长胜伫骂人的话，我提出来讲啊。所以我想到啥，我着骂啥。我心情无好讲出来的话，你当真是真实嘞？真正是笑死人。安心咪，你即马是咧讲啥个？你安生鸡拢要变盘？我是要变什么盘？我本来就是在乱啊！伊迄个某规工咧跟我冤家啦，啊，搁有你迄个前某方彩霞，一日到暗嘛是咧找我的麻烦。我甲伊讲，伊拢无爱处理，伊就敢叫我忍耐忍耐，我一直忍忍忍，忍到最后拢落体啊！我无骂伊，我是要骂啥？我想到啥，我就骂啥。陈长胜。你的嘴吼上毒呢，啊！我提你的话出来吗？安怎？袂用的哦。敢讲你可要跟我讨版权哦？唔对啊，文金姐啊，跟你讲分期，带你来这要害你，这几个过程我拢知影呢。假使讲那三就是你讲的，你都只是咧跟人冤家尔，更有严重到需要要跟你扯落去啊。关注你了。